机票站，机票。啊，因两个。没关系啊，去吧。不注意。那个警方出示啊，台湾台北地方法，还有地方检察署啊，检察官开的机票哈。谢。那个，等下，那个，帮我把那个车子先。领下来。好，我领下。那就交给秀玲姐姐。对啊，对啊。按钮是哦，那个诈欺跟组织哦，组织案哈，案件哈，那我们开始，现在开始执行具体啊。